推开、肉绽。我有创意词，更比这死了难呐！这三百六十天呐、
天哪、啊梦去想要我度日啊，如度年啊，亲生子，我送他死呀，我来敬哥儿。别人的孩子，我当心肝啊！夏天我怕呀。冬天又怕他寒冷，趁少了怕饿着，吃多了又怕骄傲是难。咱树上有一次你爸的病患、啊、发烧啊。发了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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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三长病两短，我对不起这赵家满门死去的英贤。三天后等你烧退去一头栽倒在床前呐、啊。山天天等来夜夜盼盼望多早日西去，我这不拜想今日乌云散，搬去我心头这座山。哪料想见面不容我分辨，挨打受骂，梦去远公主。请你仔细看，哎哎哎哎，
难在你面前。当年的孤儿张春汉，他就是你的亲生，那张家的儿。吃惊不小啊，有些处听得我急凉发毛，有些处听得我满了发紧，鼻子发酸，手心发凉，我眼圈发潮，我那眼圈发潮。情不怕死的相好，断头台上相亲，来生来世相交，吃惊的寡人我这个心里难受，泪了了，泪了了，笑学不了竟成了，成了民间，此难怨你的断情刀，断情刀。太后宫嫔妃家里这多少，有几个像他们能与寡人真情交，哎呀呀呀，我的真情交啊，大爸爸眼前是大事化
强姐来，你问的实在好，问出了大宋朝，人情高啊高，真的后宫拜托你，我是拜托你呀、啊，舍命了，有缘你相助。太平年，社会稳定，国家和谐，百姓安乐，第一条，第一不杀你就算把你饶啊，记住啊，不杀你就算把你饶。梨园弟子争奇斗艳，赏心悦目，戏曲文化薪火相传，名段欣赏敬请收看。
真情永也难久。想是